海螺哈，今天来个海螺，这个黄特别的香，可以直接蘸这个酱汁吃。然后这个要去掉，这地方啊，裤带要去掉哈。平常这个裤带其实我是不去的。然后还有这个地方肝脏，直接用手挤哈就出来了。剩下这个大肉，蘸自己调的酱汁。